谁说明星不能正儿八经、大大方方上街逛马路？7月14号傍晚，李小璐、贾乃亮夫妇就带着女儿出街，一家三口旁若无人的闲逛。当天，李小璐身穿清凉碎花夏装，素颜出街的一家三口引起了不少路人的关注。李小璐先是推着女儿的婴儿车走进一家商场，随后贾乃亮抱着戴发卡的女儿逛店，李小璐则跟在一边，嘴里还一直吃着棒棒糖。